解说器，分享快乐。大家好，我是一斌，欢迎收看一斌解说《唐人杀》果然视频。今天录两期比较好玩的国路线啊，录两期这个群雄。这两天群雄的路线也是比较多，而且精品路线啊也是层出不穷。这两天一直都喂过，喂过的话，觉得没有群雄那种暴力的血腥的暴力啊，而且偏白偏单调一些，偏不单调一些。群雄的话，它可能这个爆发各方面都强一些啊。虽然第一盘的话是一个，哪一个第一盘呢？先说这个吧，是一个神剧情神人品甲戌马蹄儿。这盘路线的话，之前是已经选好了，结果是一再就是被推迟啊，推迟，推迟，觉得总是有些欠缺啊。我们先把这盘路线当做一个抛砖引玉，是吧？这盘路线来自于27-6区团结义，叫做湖人长恨这边一听录像，非常感谢啊。选项清的就是一个马蹄儿，还有贾诩啊，也是不错啊。不过我建议把马蹄儿放在前面，贾诩放在后面啊。这样的话避免嘲讽啊，其实也无可厚非啊。好了，游戏开始。开局手牌的话还是不错啊，而且我们是两个限定技啊。其实我个人是比较喜欢马蹄儿，这马蹄儿有一点好处是怎么着呢？他死的时候啊，可能占别人点便宜是吧？俺的儿子替我报仇是吧？喊全场儿子是吧？也是非常的解恨啊。这个4号位的张飞出来砍了一下夏家，就出来诸葛亮啊。张飞表示对不起，砍错了是吧？这个诸葛亮的话手牌不太多，选择算下我们直接亮帷幕也是行吧，行吧，反正我是不建议亮啊，不建议亮。不过这诸葛亮买签的话。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上面有一个张飞啊，你很容易受到波及，是吧？但是诸葛亮跟马超如果打不到别人的话，也有可能去打我们啊。如果我们不出来的话，是吧？这个1号是比较激进啊，一直在砍这个8号，其实有点像蜀国了啊。这种大国，这种两个蜀国的情况下，他一直在限制这个他的下一家是吧？上一家是吧？都应该是蜀国了。事实证明，后来他就是个蜀国啊。这里面的话，这个3号，这个二张跟吕蒙出来，这吕蒙跟二张出来，明显出来挨揍了，是吧？吕蒙就是注定二张肯定不能出牌啊。张飞也是找到一个出血反血的一个地方，选择就是砍这个二张。主角在这里的话打得还不错，他没有选择去盲目的去砍这个蜀国，这点是非常不错。因为其他的几个国家的话，他是没有跳的啊。没有跳的，没有人亮身份。如果现在盲目去砍这个蜀国的话，不是特别好。剩下的几个人也是没有动啊，没有动。二号也没有砍蜀国。这种情况下其实可以稍微限制一下蜀国，毕竟甄姬状态不是特别好，而且一号也确实是个蜀国，虽然现在是没看出来，但他一直在限制这个其他国家，二张就不能动，所以说我们其实需要一些行动的啊。二张跟吕蒙在这里就是一个盾牌啊，吸引着无数的火力啊。远程进攻吧，去杀一下吗？好吧，刮一下张飞。这时候不刮不行，你不刮他，哎呦，这主角没有去开远程进攻，行吧？我是怕你被这个蜀国砍，被蜀国砍了，我说怕这个。但是现在的话，二张的话能吸引火力，这个张甄姬的话状态还行，是吧？主要是因为这个贾诩本身是比较脆啊，虽然说有帷幕，但是面对蜀国这种，不靠锦囊创造收益的，只靠杀的，有点小蛋疼。这个其他人连这个一号都没有控啊，没有一个人控这个一号，这个二号也没有控。吕蒙出来本来想顺着装备，结果被反诬陷，表示呵呵，哦，我先挂装备过了是吧？张飞的话挂着五六剑也真是神了啊！人肉连弩怒砍这个吕蒙啊！吕蒙表示日了狗了是吧？出来挨打是吧？吕蒙活着还唯一的价值就在于替蜀国，替其他国家挡刀啊，挡刀。我们主角去兵了一下这个七号啊，七号是没有动的，没有动的话要兵一下他。那么他身份也非常明朗，就是一个非哇蜀国。啊，黄忠啊，九杀的时候，真把他砍到我们是吧？不过我们手牌是有点挺好啊，状态也是非常不错啊，一身装备加2个 A，还有一个远程进攻。
希望咱可以创造一个比较大的收益啊。现在是四个蜀国，还是有些小担忧啊。哎呦，祝融出来了，咱一放下 A 啊，也是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因为你毕竟你也不知道有祝融是吧？而且也能一定程度上压低这个蜀国的血性。另外的话，就算祝融吸了 A 之后，他也不一定敢开，因为你是压低这个蜀国血性的啊。甄姬也是非常无奈的，挂上一个闪电。祝融、关羽去火攻一下这个二臧，这个应该是直接跳一个飞鼠。之前没亮的话，也可能跳一个，也是跳了一个飞鼠。可大家国泄啊，反过来。关羽的时候一张反，国泄的话，真的是挺疼的啊，挺疼的。我们现在的话，仍然是找机会看他们厮杀。贾诩是什么？贾诩是刺客。他不是太刀，他不是卖血流，他是刺客。刺客等待什么机会？等待是敌人最虚弱的时候，而且最虚弱的时候需要的什么？早场需要什么？需要是大招，需要是 A，需要是暴力，需要是血腥。我们有乱舞、帷幕、乱击，是吧？这也是很强大、很强大。想想都有点小激动，是吧？国泄漂亮，吴忠啊，吴忠骗他们一张无懈，然后开借刀杀人。杀呀，压低一下这个蜀国的血线，结果这个二号不给面子，没有选择去杀这个关羽。二号是没有杀吗？乱舞，这顺序非常不错。先开乱舞之后，压低他们削弱他们手里的杀闪，然后再开A，再开 A 的时候，消耗他们手里的杀闪是吧？让我们这个两个 A 的话，这个事半功倍啊，事半功倍。漂亮，带走。不客气啊，不能跟他们客气啊。杀一刀带走这个黄忠，漂亮！黄忠魏延，我们来连弩了。那么帮助我们扫场的时候，神牌来了是吧？神牌来了，继续杀吧，直接带走这个张飞就可以了。这个二号身份是不知道，所以说我们也不能贸然去砍他，先把这个关羽带掉，做掉之后，然后砍这个甄姬。不过砍甄姬的话有点困难，因为国家甄姬的话一卖牌的话，你还是挺痛苦的。他一劫命的话，三张黑你又白砍了是吧？你又砍不动，而且是双防御，所以说这个虽然说甄姬的这个白拐一是比较水啊，但是我们主视角的话，的输出是有限啊，毕竟是只能靠这一波的牌，所以说砍他还是比较的痛苦啊。这是孙坚跟这个孙坚，哎呦，孩子，你不全亮吗？是吧？想摆我们牌，结果被劈中了是吧？你看看，你要做好事，你不能心怀叵测是吧？你看看，老天都惩罚你啊！这系统都对你表示一些比较的仇恨是吧？比较仇恨。第一盘录像的话，是一个神剧情神人品啊，也是靠主角的一个小的续报是吧？第二盘录像的话，是我们群里有人家听录像啊，非常感谢啊。哎啊，开始，我以为卡了呢是吧？感谢未来的五谷丰登一区，这位叫做真没想到零，这位听录像，非常感谢啊。这两天的话，这位朋友一直在推我更录像啊。这两天的话，确实是有点力不从心啊。选项情况的话是比较的奢侈啊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会选择一个技能跟吕布，因为这个这技能跟吕布的话，毕竟是技能比较全面，也是比较综合。第一个我们是四小国将，第二个的话，这技能是有输出的啊。另外这个吕布的输出也是非常强。技能的话，如果在无论是残局还是团战，都是有非常大的发挥。不会因为断杀而进行这个弃牌过之类的。我们技能的话，只要是有牌，我们也可以进行拼点，是吧？拼点就是消耗他们的手牌，就如同天眼。我们天眼的话，就好像太史慈的天眼，太史慈的天眼不光是帮助输出啊，另外一个也是代替拆，是吧？这点跟技灵一样。当然，技灵的话也不一定回合内就是直接拼点，是吧？也可以就是非常灵活运用这个双刃是吧？双刃技能的话是非常简单，就是出牌阶段开始时，你可以与一名角色拼点，若你赢，你视为对其或者对其势力相同的角色造成一张杀的伤害啊。如果你没赢，你结束出牌阶段啊。当然你除非是你有大点啊，或者说你关键的时候需要大点的时候你再出来啊，需要打输出的时候再出来。如果没有大点的话，或者说你必须出来或者量要降的话啊，你选直接选了一个小点拼点下牌也是可以啊，降低一下嘲讽，进残局的话也是比较的顺利是吧？杀入决赛，所以说这点我是比较喜欢技能。
巨人的祭典，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双刃啊，双刃技能是你只要你拼赢了，就可以对他势力相同的一名角色，这点是非常不错。它不是只是拼命一名角色对一个单方面的一个武将，而是对他势力相同的角色，这点是帮助的巨人的输出更加的多样化。这是许多人对巨人的话不是特别了解的一个地方。配合吕布的话，这个输出是非常强的。有些人配合吕布的话，这个等于两张杀啊，吕布的两张杀几乎是无人可挡。另外是董卓和马腾。董卓、马腾的话，董卓的武将我是不太喜欢。董卓是比较控场跟爆发类的武将，他主要是配合一些元孝之类、元孝、马腾之类的不错。我个人还是不是太喜欢这董卓，董卓强度不是很高。你不要看他多么厉害，多么厉害，其实不是很高，而且还有一个崩坏之类的。如果董卓配马腾的话，就是我还是建议把那个马腾排在前面，董卓放在后面。毕竟这个掉血的话，崩坏的话，我还是觉得不是特别好啊。这个崩坏的话，只能是帮助我们，就是这个暴灵的话，暴灵之后是崩坏啊。只能是帮助我们横着来的牌不要，没有必要弃掉太多，是吧？反正我是觉得董卓不太好。马腾的话属于一个团战辅助类的武将，而且就是带一个检验码，这点是三张牌毕竟是未知的，是吧？我还是选的比较喜欢巨人跟吕布。当然的话，我毕竟不是主视角，那么主视角的意志我们不能左右，是吧？主要选一个吕布、马腾。哎，我还是觉得你把马腾排在前面，是吧？亮出一个主将的话，毕竟降低一下嘲讽，毕竟大多数情况下大家都喜欢看主将，是吧？前面两个马腾的话，如果敌人比较少的话，如果势力比较多，没有群雄的话，我们可以亮一个马腾，就雄鹰完了之后啊，就是一个技能，就是回敌血线啊，回敌体力。我们手牌的话还是不错啊，就是比较的靠后的话，中也不错，直接就是弃牌过就可以了。哎，好的，手牌没有溢出啊。接着拆一下这个42武器，去开张 A，开张 A 之后就邓艾跟郭嘉出来，邓艾郭嘉也是一个小 boss 啊，出了名的小 boss 啊，是吧？这个七二算一下我们，的话，它并不能表明他是什么身份，他只是可简单是限制一下手牌，但是他的一点有可能就是为了拉嘲讽啊。邓艾下家出来一个红眼鹰。红发英的话，别人说红发英就像是一个什么，就像是一个青春期的少女，或属于一个更年期的大妈，是吧？这个心情是比较暴躁，脾气也是变化无常，就好像6月的天，是吧？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下雨，而且配合一黄忠的话，就属于一个更年期的大妈配合一个老流氓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甄姬跟是吧，郭嘉跟邓艾的话是没扛住，结果是被七号给救了回来。救了回来之后，这个是跳一个飞位是吧？跳一个飞位。四号看一下二号的身份，我们的话不着急啊，不要看到魏国的话就盲目的开刀。我还是觉得啊，这个开局直接盲某些武将的话不是特别好，除非是盲这个吕蒙啊，除非盲吕蒙或者说三血的吕蒙，是周瑜、吕蒙之类的这种必须限制。其他的魏国的话，他们能力不强的时候，只能靠被动技能进行爆发的，你就没有必要去就是往死里砍他，是吧？邓艾跟郭嘉去杀这个黄元婴，黄元婴的话，结果又求到桃了，这也是个飞位啊，这个也是个魏国啊，这也是个魏国。哦，曹丕，曹丕的话，在这种局面下也行，但是那个没有足够的输出的话，他显得特别疲弱，很容易被其他国家就是打成狗啊，打成狗。三号对二号，三号对二号，没看到啊。大家出来的话，选择限制一下这个大魏啊，选大魏。先是魏国的话，乐一下魏国，行，我们主视角去拆了一下谁啊？去拆了一下这个，对三号使用一下过拆，限制一下他。邓艾继续砍这个黄莺，看能不能带走这黄莺呢？大小优先继续救，那么现在就是魏国在，这黄莺等于是扛着这个魏国的火力啊，在跟正面消耗着这个邓艾。属于是成为了一个后面其他武将的一个一把刀吧，或者说是一面盾是吧？一面盾，等于是替他们打工了。那么黄莺能赢也是非胜算也是非常渺茫，除非出来另外一个大国的话，另外大国的话他可能会活下来是吧？
他已经跟这个魏国结下了深仇大恨，而且，也确实是比较倒霉。因为我们限制一下这个番号，所以说番号选择砍我们，我们去远程限制一下番号是没任何问题啊。现在的话，我们可以轻轻松松的带走这两个魏国，但是我们就不带走，是吧？就不要趁让那些暗将称心如意，因为暗将的话他不知道有谁，是吧？你所以说你现在去砍这个邓艾的话，局面会失衡的啊，局面会失衡。我们这个吴将的话是很轻松就可以把两个魏国带走，但是我们，但我们主视角没有这么做，这也是非常不错啊。继续拆，把这个三号武器拆掉啊。后面的话，以至于其他角色的话，都其他的武将的话都认为我们是一个魏国，是个魏国。巨无霸狼，荀彧也是非常信任我们啊，去算下我们之后，我们直接给他一个，去火去无拼点。结果这个荀彧是没货啊，没货的话，这个秦命，结果是八，他手里也是个二，好吧。是爱欢迎就欢迎的，白拐还是挺给力的，被起生效了，生效了。黄莺的话依然是承受着这个魏国的全部火力啊，当然也是一个小爆发了。但是黄莺的爆发，它没有自己这个回复的空间的话，还是，黄莺应该说是打得比较累啊，是吧？承受着魏国的火力，其他人的话也是典型的错位啊。筹备的心态是蒙蔽了其他人的心智，让这个魏国承受巨大的火力和嘲讽，让其他暗将就是多受渔翁之利。黄英去恢复点体力，继续杀这个魏国。魏国的状态在全体人的围攻之下，又是非常也是非常艰难而坚强的活了下来啊。一号的话，看一下我们，看一下几号，看一下五号是吧？烧一下我们。那么这个几号就是五号，我要去决斗一下这个邓艾。邓艾的话，邓艾国家这种邓艾国家这种武将啊，他是强将，但是全体人都围攻他的话，他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，是吧？所以说强将的话，并不代表着他可以1v10、1v几，是吧？他只是能力比较出众。一位代劳，那么魏国的话，这个桃子跟这个锦囊牌啊，这个体力也是一直是保持的比较好。这种输出牌也是比较多，九杀。这黄莺也是比较的坚强啊，从开局到现在一直是坚强的活着。这其他人也是一直在不惜一切代价在救着啊。如果是我的话，也救是吧？也救，因为这黄莺是菜刀，是打工的。你救他的话，他可以是吧？可以替你出力是吧？因为他不会回过头来砍你，只要你把他喂饱了之后，他也可以跟魏国撕咬，因为这个。黄英跟这个魏国的仇恨已经很深了。邓艾开上 A，开上 A 的话，这招非常毒啊，非常毒。其他人的血线也会被压低。这个 A 的话，对教主的血线这个状态压低是比较的厉害。哎，你这个弹窗啊，弹窗还是比较可恶。曹丕还继续选择去翻这个大桥，翻大桥。给我们截命，因为我们一直是没有压制这个魏国，是吧？没有打压魏国，而且一直在限制其他人，去选择截命。我们也是成功的骗到牌啊。其实我们只想说，我们只是想简单的控个场而已啊。你不要太过的感激我们啊。教主的副将是个怀托，怀托也是坐不住了，直接选择就是给自己回血，三号去限制这个魏国，限制魏国。五号是没动，五号没动的话，我们主视角的话，这时候亮将也没任何没什没任何卵用啊，没任何卵用，选择去继续砍这个三号，乐一下，限制一下他。两个魏国的状态不是特别好，你砍他也没任何意义啊。我们砍他的话有什么意义啊？是吧？把他打死了之后有什么用？我们又不亮将，是吧？另外，荀彧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太大威胁。这个荀彧的话，在限制这个去拼这个三号，去限制这个华佗。华佗的话，在这种单位的情况下，拉着主要风的情况下，这个华佗的话也能是非常英勇的活下来，是吧？我们可以看到，这黄英是一直承受火力，黄英没了之后，这华佗就成为一个主嘲风。大乔有着压制魏国的能力，所以说，也是被限制啊，被限制。现在场的形势，前半场的话，我们主视角跟这个三号是一直是。
这个是吧？这国籍属性是比较模糊，是吧？比较模糊。三十倍了。如果我是曹丕的话，我会不会选择去给这个六号接命？因为六号的话一直没亮，即使在魏国状态比较好的话，他一直是处于比较蹲，比较蹲，他没有选择亮将。所以说，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不会这么给这个群给这个六给我们主帅要接命啊。荀彧这是基本上没货了，所以选择去给开吴国，也是想找一把桃子活一下状态。可惜是没有啊，没有还挂个装备打输出吧。大乔选择离线，非常机智啊，非常机智，结果回来了，这点也是非常的奇怪啊。有的人就是关键的时候他选择离开啊，选择离开，哎，结果结束了他回来了，这点就是表示很伤不起啊。大乔的副将是个徐盛，这把牌是全部归了曹丕了，曹丕的九张牌也是气势汹汹啊，气势汹汹，结果是有桃吗？有桃吗？别乐。教主表示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反正你也不敢砍我是吧？是永先阳，我看你倒爱砍我是吧？你肯定不敢是吧？你这么怂是吧？拆下手牌，不杀了一下，杀了一下，草皮被杀之后继续翻面。你不劈这个国家，你劈一个这个有白岩狮的这个草皮也是醉了啊。三号看一下我们的副将，看一下副将之后没有任何的行动啊，手牌没有溢出，我们这时候的话还是不能动，还是不能动，继续砍这个三号吧，砍一下三号，砍一下三号也没问题，因为我们自始至终是没有砍三号的身份啊，但是，群雄跟吴国这种四血武将是很少很少，所以说限制他是没有任何问题，而且他不是魏，不是魏是吧？说限制他应该是蜀国跟吴国的可能，说杀他也没问题。这个三号也是被我们限制，也是跟我们互相的就是博弈啊，而且一直是喊着说要弄死我们是吧？而我们主视角表示不怕是吧？尽管来，尽管来是吧？现在魏国的状态一直是保持是半死不死啊，半活，半死不活的状态啊，一直是你看看，这又好像是现实当中有些人啊，就是你看他快死了吧，他总是不死是吧？结果那些健健康康的吧，不一定哪天就没事了，没有了是吧？那么他应该就是飞群了，算一下我们的装备。好吧，这个五号是选择铁索连环下，这个我们跟邓艾是100%的认定我们是个魏国了。算一下手牌，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藤甲算过来。这样的输出好打一些是吧？火山吗？火山吗？你看看，没有啊，没有。白来排出一个天度，你这就是很无语啊！这就是国家跟邓艾的强度，即使在场上几多人一直在砍这个邓艾啊，所以说前期的话都有所保留实力。这里面还不能散啊，不能散啊！虽说是可以把魏国带走，但是我们那样的话，我们状态是比较低，比较低的话，成功面对这几个，一个吴国，还有一个未知的，一个敌人是吧？一个敌人，所以必须散。接亮一个吕布，吕布的话直接选择亮将去砍这个暗将就可以了，砍暗将，对，不能给他任何的机会，不能让他有状态是吧？去砍他，也是给魏国一个状态，我不砍你是吧？你帮我砍这个其他武将。如果魏国现在，如果只要不是特别傻的话，他肯定会砍这个暗将，这点是没有任何的疑虑的。对，他砍这个孙尚香也没问题，孙尚香的状态也是非常的难打。你如果仅凭着吕布的话，很难把这个孙尚香做掉。孙尚香的能力甚至超强的啊，甚至全香组合是非常强大的。哎呀，也是非常有荣幸啊，看到这盘录像，因为之前是录了一盘这个谁呀、啊，录了以前录了一期这个吴国跟群雄这开出来正面刚的啊，结果自己录的话，就一话筒的画质不是特别好，音质不是特别好，所以说录出来我是非常不满意啊。虽说点击率其他的都比较不错，但是我表示还是比较难受啊。这个三号其实是个群雄啊，是个吴国，是吴国是个邹泰，但他依然没选择亮将，哎，坑啊！纯属坑，你没看到孙尚香的状态吗？哎呦，你这时候再不出来，你等什么呀，朋友？前期猥琐是为了集火于这个魏国，这时候你还蹲个毛啊？
救救救救，这必须救。因为这个两国还是挺强的，救一个荀彧曹丕的话，没什么用，还不如救一个国家，因为国家是比较难对付，是吧？比较难对付。火攻，能不能带走吗？能带走，我们就没办法，是吧？好吧，来逃的了。哎呀，这国家，我还是希望国家状态差一些，是吧？差一些。这个周泰啊，周泰简直是这坑啊！你等于是把项羽一次结姻的机会给，一直在装身份啊。这也是国战的一些人就是这种心态啊。当然，你对的这种暗将的话，你也表示很无奈，是吧？乖一下，能带走吗？你看看，够呛，很难对付。下面就看邓艾的打输出了啊。周泰的话，两区基本上是很难跪啊。你两区跪掉的话，说明你人品不好，是吧？撸多了啊，即便是撸多了，能带走吗？带走的话，我们接杀这个国家。不过的话，我们可能会兜到两方的集火啊，就是周泰的一个集火。结果邓艾活过来了，邓艾活过来的话，实在是不是一件好事啊。其实我们当初的话，可以就是有打反攻线，那么。不好意思，朋友，我就要拿他人王盾，是吧？既然你执意与我作对，那不好意思，是吧？就可以直接杀一下吕蒙，怪一下这国家的啊。这样的话等于是帮助这个国家过牌啊。你看国家选择去跟你打无限，那么我们一起吧，是吧？一起吧，是吧？一砍这个吕布这个三姓家奴，是吧？砍三姓家奴。勒布斯说，现在我们是处于一个两方围殴的状态，而且我们已经雄毅了啊。运气不错，天过这个勒布斯楚，乖一下，漂亮，尽显这个武神本色，是武神是吧？有人说这个三国武神的话，有人说是关羽啊，有人说是这个吕布，但我心目中还是对吕布比较喜欢。在一个能力之上的三国，在一个能力之上的情况，一个乱世当中，只要有能力就可以啊，等者居之是吧？在乱世当中，我是反正是非常喜欢，因为他不需要从现实当中的一些，这种盛世的情况下那种道德的一些道德礼貌之类的，是吧？漂亮，直接就是你既然敢救，是吧？我就让你死。继续卖的话，继续卖，是吧？我们有乐，教你做人，让你继续卖，是吧？天不佑你，你也是无可奈何。只要我摸到沙，那你就是，就算有大罗神仙，你也是必须得死，过差。好吧，杀！漂亮！哎呀，也是非常艰难啊。这个邓艾如果一旦是有桃子跟我们打后期的话，我们还是有些难以对付。也是索性运气不错，一个三千刀的话，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输出，是吧？两盘落象的话，时间有些略微长了，已经是半个小时。那么本期视频呢，到此结束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。本期视频的时间会长一些，就是将近半个小时，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吧，不要嫌视频长，请耐心看完。那么咱们拜了个拜，再见。我们高举。